Miau.这你别笑。作业转一下眼睛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准备好一盆水，然后就把你的猫放进水里面，然后洗完了，然后洗完了，抱着这个布，手，你去不去洗澡？别人肯定以为是个玩偶。这边还有一个抱着。我把门关了，我关好。